握手、拥抱和民众近距离接触。选后至今一年多，蔡英文走访全台湾，预定小年夜网络播放的纪录片提前曝光，每一幕都是一个温暖故事。不止如此，去年四月，蔡英文还去到台东加入宝岛行善义工团的行列，卷起袖子帮弱势学生油漆学校，默默行善，低调做公益。三立新闻江一红。